上回讲到近期活跃 Facebook 的 Leon 间中都要睇下网民嘅留言，咁佢都应该知道好多网友都好关心佢依家有冇女啊，唔系系白色情人节点过先啱啊！首先，你将佢嘅银行户口 number 有几时交税、几时补逃税嘅资料话晒俾我听，我会考虑下，我会唔会话俾你听我今日点过？呢个私隐，你明唔明我讲咩？完全都唔尊重，系、okay, 嘛？我用呢个反俾你先知道。I'm sorry， 我唔尊重你，我所以希望你尊重翻我咯。好啦，咁讲翻嚟紧四月尾嘅 4D 演唱会啦，今次个演唱会会唔会请嘉宾先？你查下黎明演唱会地市有冇嘉宾？你話要創新，可能破天荒請嘉賓呢？我請你上嚟唱，我肯你收留啲人翻劇信我。我請你唱唔唱？我唔想俾人掉翻劇。未必嘅，可能有金條咧，有錢收咧。你有冇啲係掉鮮花嘅嘉賓咧？我送鮮花俾你，番茄同埋啲金珠，我幫你擋曬袋袋袋。OK， 我送咗花俾你上嚟唱，你夠膽咪上嚟，隨時歡迎你。我唔食嘅，唔落去。即係你諗下，我今日我個人可以咁 open 咁講嘢，我真係講真嘅，即係我希望一句説就係、是、乜都好，如果。你要堅持相信你，我冇得罪人神，呢個係我原則咯。咁你先至有機會得到我真嘅嘢。如果你永遠得唔到，但如果有陣時會唔會太直嘅話，其實都會得罪咗人。會㗎，咪係咯，係咯。但係你咁嘅 contract 唔緊要㗎，你咁你會唔會俾人斬我啊？唔會，唔得咯。咁最多寫衰我啫嘛，冇所謂啦。你今年就踏入呢一個人生第五個十年，嚟緊有咩 plan 新計劃嗰啲 ？No plan is a plan。